他还讲没有啊，没有宣布断交，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，对不对？他还这么讲，他还讲了这个事情。啊，我必须说，在外交上的努力啊，永远不轻言放弃。承认也没了。但是当时不是这个意思，当时大家，我们的外交不能随便画休止符，啊，不会，也不会随便画休止符。英文讲 never ending story， 对不对？我们永远要做下去，请不能用这么单纯的眼光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了。